五指山。说到五指山，有很多人会想到他压了孙悟空500年，但我们今天要了解的五指山地处海南岛中南部腹地，顾名思义，五指山是由五座凸起的山峰而得名，也是海南第一高峰，五指山市也因此山得名。五指山历史上是海南岛南部的经济、政治、文化中心，为自治州首府所在地，下辖三岸市和乐东、保亭、白沙、东方、琼中、临水、昌江七县，城用名通杂。1958年11月，撤销中共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州委，州人民委员会迁到海口与海南行政公署合署办公。1961年1月，恢复自治州原办事机构，并于1962年3月迁回到通杂镇办公。1961年新成立的昌江县划归自治州管辖。这一时期，自治州下辖8个县。1986年6月，通杂市成立至此。1987年12月，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，同时撤销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。2001年7月，五指山市由通杂市更名为五指山市，自此五指山市一名沿用至今。五指山因自然环境优势被誉为中国大氧吧，还被誉为翡翠绿城。因不给过度开发房地产、工业等污染作业，致使经济一直处于海南莫属，但城市环境一直犹如大山深处的世外桃源，被誉为中国养老之乡。不说年少多辉煌，只求年迈有安康，老了能在这样的城市居住，何尝不是一种奢望。下集了解五指山市著名景区。抖音。